是照你这么说，你没欠钱，也没结仇，绑了你也没要钱，那他们绑你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，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，我们抓不着人，就还有被绑的可能。我知道，我再好好想想。 胸有点闷，你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？说说吧。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？拖，是没用的。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。反正不到天黑，你们就得乖乖的走。跟我混。